者谢介玉南投报道，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南投县府携手合作整顿日月潭游湖船票销价恶性竞争问题后，今天打铁趁热举办石游日月潭活动，让游客在船上一边吃下午茶，一边欣赏湖光山色美景。今天的日月潭畔好不热闹，鱼池乡公所日月潭红茶文化季揭开序幕后，紧接着农特产品展售会、红茶野餐、石游日月潭等活动接力登场，许多人携家带眷来畅游体验。下午2:30左右，电动船下午茶首航仪式展开。交通部观光局副局长张习聪、南投县长林明珍、日管处长洪维新等人与会。入夜后，日月潭花火音乐会接棒登场，在歌手、交响乐团演出中，不时穿插烟火秀。日月潭夜空璀璨亮丽，潭区宛如不夜城。接下来的10月28日、11月4日，连续两个周六都环烟火秀及音乐会可欣赏。日管处说，近年来积极推动日月潭低碳旅游智慧观光的电动船政策，迄今已补助20艘电动船下水营运，共花费1亿1900多万元，同时持续辅导船舶业者转型，开发优质多元服务，例如下午茶、求婚 party、 婚纱摄影、生日趴等，提供游客味觉、听觉、视觉等多重感官享宴，进而摆脱传统销价竞争的红海市场。